佳佳，没在呀，都没在，哪个房间都亮了，惨了，报警吧，24小时后才能报警。扎心呀，老铁，崩溃了，整得我都崩溃了。看见鸡屎我就浑身发抖。我现在是需要的是钱，不给钱我干啥呀？我一分钱没有，我心里难受。你受不了。更多精彩视频，敬请订阅湖南卫视官方 YouTube 频道。